哟，看这个亮度好舒服哦。哦，这就是下一代萤幕。然后4K 全开在村庄跑，还有130G，还有130G帧。然后 GPU 只有他妈的53度，好爽啊！CPU 温度倒是上去了，你知道现在我认为的高温是64度，是你待机的温度，太夸张了，这是我目前觉得的高温。好，我整个跑一遍了，就这样吧。